是我希望大家出去走走的时候可以听，我觉得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跟自己沟通跟消化，最后的结果是好的，我变得更正向，然后心态变得更健康，所以准备好发这一张，不让大家体会到其实人生不是只有一站，所以有时候你卡在一关，那都是一个小小的过程。